实没有用啊，而且重点是也没帅到，超火大！全明星夏普洋自杀式攻击惹火小报，奖杯数被追平，郭宏志训斥，能看吗？现在平手了，你们要继续输下去是？你们打完比赛能看吗？讲真的，能看吗？不是来玩的。全明星黄队奖杯在衡水蓝红两队之后，偏偏在赛季末出现停滞状态。誓言在合球项目血池的彭尊，这回以7-3打败红队，而他个人就扛下五分，球给彭尊就对啦。没有机会出手，那个假动作之后呢？彭尊再把防守给甩开。不过呢，上古神兽曹佑宁也在乔固球复式躲避球展开屠杀秀，甚至拿下跨季 MVP。曹佑宁，这个躲避球打了一个非常刁钻的安打的感觉，穿越内防线，是直接刷边，刷到最边边没有人的地方。曹佑宁再出手，曹佑宁专打没有人防守的地方。好球！侯用宁的这一球也是可以列入啊，那个五大好球啊，第三名了。又来，你看，真的是无解。超过球项目，红队最后以31-17血洗黄队，躲避球场上更是枪林弹雨。上上上！左右，好球！近距离，好球！接球！一个拿到，一个好球啊！这么近的距离，他还可以接到，转一圈球没有掉。前黄队场上只剩下两位女生，郑敬欣跟壮壮。壮壮很大胆要往前去，结果曹佑宁完全不怜香惜玉啊！我只剩下郑敬欣。接到了，你作为一名队友，赶快弹药，赶快补充。自杀式的攻击。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。哇，刚刚夏普洋用那种人数坡的飞跃攻击线，结果被郑宇翔隔挡掉了。比赛进入到第三局，第三局的大战开始喽，开始喽！哎呀，小奈怎么越中线自杀了？哇，又来一个自杀式攻击，没有成功，打不到动作，也要吓到他什么？哇，这个曹佑宁就不用飞过去，不用飞过去，他一样很准。我不自杀式，大家都要记住，我们还有彼此哎，还有后面的人，还有队友要去帮忙，要去 cover。小不要，小不要。但是你想法很好，好不好？但是后面有人，好不好？好人，我来放生队哦。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超火大，超火大。帅这一时没有用啊，重点是也没帅到，超火大。不知从心，总之啊，行。把彭尊给赶出去。哇，直接自信的头，直接打到脸部。哇，结果这边呢？张家轩赶紧上前致意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啊。